Hello，大家好，我是张维言伦元琪老师。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109学年度的会考题哦。今天的题目是Alison doesn't like 空格 what to do. She only does things she wants to do. Like Alison 不喜欢怎么样 ？What to do 是一个疑问词片语，疑问词加上不定词 to be 就是疑问词片语。艾莉森不喜欢被告知要做什么。She only does things she wants to do. 她只做她想做的事情。那这边有两个考点。第一个你要知道 like 这个动词的用法。第二个你要知道是被动语态 ,be 动词加上 VPP 的用法。来第一个 like 的用法。Like 这个动词你可以用不定词 to be 或动名词 ving 来当作受词。那我们快速扫一下选项看起来是没有动名词的出现，所以它这边应该要考我们的是 like 加上不定词的用法。所以我们看 A 跟 C 选项是不是可以直接划掉了呢？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 to be 的形式嘛，所以 A 跟 C 选项连考虑都不用考虑，可以直接划掉了。那剩下 B 跟 D 选项，那我们刚说两个重点一个是like 的用法，一个是被动语态的用法 ，be 动词加上 VPP， 所以我们把不定词 to be 加上 be 动词加上 VPP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变成 to be 加上 VPP， 这样才会翻成被动嘛，对吧？所以 Alison doesn't like to be told what to do， 这一题的答案我们要选的是 D to be told。艾莉森不喜欢被告知 ，be told 这个是被告知的意思。然后他说，艾莉森不喜欢被告知要做什么，他只做他想做的事情。那 B 选项的 to tell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不定词，但是它并没有包含被动在里面，所以 B 选项不能选。所以这一题我们要选的是 D to be told。那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念一次今天的句子哦。Alison doesn't like to be told what to do. She only does things she wants to do. 来，希望今天的题目有帮各位解答到就是 like 的用法，还有被动语态的用法哦。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